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Electrypto。 如果你是订阅者，我会要求你点击那个按钮，如果你不是，我会要求你点击订阅底部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只是想自报这篇评论不是给你独自的特别建议。我们所以做的只是介绍最近加入市场的项目，所以在今天的视频中，我们正在评论一种叫做 Enhance。 在今天的视频中，我们认识是什么 Enhance， 他们做什么，他们可以做什么，然后在这里你们可以买这个 Enhance。 现在他们的机构代币 Enhance、代币是的是 BIP 二是知道不是代币，仅是有至被放置是以 SafeMoon。 然后呢， Enhance 是 SafeMoon 的外卖放入挂卖，并是有 Enhance 有专取 SafeMoon 机动从容民的情报。 Enhance 代币是是的，代币是经济学中心代币的大币，精确为他们的使用。然后呢，在这里是他们的路线端，然后呢，他们的代币精进学，中心代币的代币精进学为他们的使用者应定最大的 SafeMoon 潜力。如果有足够的交易量买入，然后呢，买入活动来支付支付费用，并用去缴供和互通，建立这抒发建立系统。他们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发展来发展去被动 SafeMoon。 然后呢，互通是有没 Enhance 代币有一个目标，已经可能多的方向，现今可能多的人不是共同是有这的国家方式。你购买代币，并由您每天兑汇在你的家宝中启动，受到多币 SafeMoon 存款，所以做起来说起都是拿着证件零分台。我们可以看看在这里他们的特征，在这是他们的设计改变这一发现的代币，从而改变了有色挂子。他们通过创建传奇代币经济代币 Enhance 代币，将这一概念提示到。然后呢，在第二个有他们的 Black Ops 情报与 SafeMoon 和的活动因情报的石油22.3%列入黑名单的 Enhance 代币。这些代币永远无法在任何地方购买、出售或转让，其外者情报已经缺了。然后呢，在第三个，他们的情报只有一个目的，为是说到的瑞威并协助您安全对越。通过情报，他们以 SafeMoon 的一生形式说及每笔交易的3%将其说进，并装备或不是到任何被认为值得的人物中，以追究将 SafeMoon 放入每个人的钱包中。其他关键人物包括商内指示证件代币挂卖。然后呢，在第四个将从我们完整上升的性小数二种基础运动比例，并将其交回代币。最好的部分是这些代币经济却没有被锁定在合同中，可以更改以使用代币当前或未来的需求
和他们的目标，这次汽车他们的开发团队上座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看看在这里20%、11%去中线代币，并转去安全一亿。然后呢，3%他在转去安全一亿。然后呢，当3%情报人为控制，3%安全约，1%越动性属实。然后呢，在这里他们的营销引爆中14亿。然后呢，在这里他们是代币离散是 BIP20。然后呢，他们的代币孵化是呈现 enhance。现在我们看看他们的路线图，在他们的路线图，在这一定义是。第一个是网站发射社交，然后呢，每天实质交涉，每天，我们可以看在这里他们数字第七次报精神白皮书，然后呢，这是他们白皮书专题主要，然后呢，他们说要5天在他们的换边，然后呢，10天他们的全部。然后呢，在 CoinMarketCap、CoinGecko、Trust Wallet、主要，然后呢 Enhance NFT， 然后呢 Enhance 专辑关心，这是他们的门主的队，他们都是门主的队。如果你需要帮助或有新闻新消息，有我们联系在这里。现在我们看看他们的 Twitter。在他们的 Twitter， 我们可以看他们有1000 brand 是没错的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看他们的 Telegram Twitter， 不好意思，这是他们的 Telegram， 然后呢，这是他们的 Twitter。在他们的 Twitter， 他们有13000 brand， 在他们的 Twitter， 然后呢，这是他们的白皮书。本白皮书中有很多内容，如果你需要更多信息，可以仔细查看。我们现在白皮书中选择一个主题，在第二个视频中进行学习。所以，伙伴们，我希望你喜欢这个评论，这个视频，希望下次见到你。别忘了关注他们的电脑和 Twitter， 还有我们的。希望你喜欢这个评论，好过找自己。